好，就从这个呼这儿开始啊。惊讶的状态，哎，惊讶就一直保持这个状态呀、啊，不是惊讶，然后一唱，不是这样的，是一直这样，一直到你这首歌唱完，这才回归正常的一个状态，啊，唱歌里面的状态是很积极的，啊。别高
胸了，离开胸了那身就虚的啊，所有都是要在这儿，都要落到这儿，对不对？走。音量还有点大，对不对？状态要那么大，音量要小，对不对？
蒙在里面的哈。自己先停，预备走。
你想唱哪个歌？你的？嗯，不知道。今天就不练这个练声曲了，就唱这个歌啊。哎，你会背了吗？啊？还不会啊？你要背呀、啊，要背哦。不背不行的啊！不背的话影响这个处理。抓紧背啊！哆咪嗦咪，哆咪嗦咪，来，第十页。第十页，好。从他前面这一句嘛，走，就在这一句嘛，第三行歌词，走。就中强，再要强一点声音，而且不要把它唱成均等的哒哩哒哩，没有强弱关系就不叫音乐了，音乐就是强弱快慢啊。预备走，对，好，这个手底下打点肚子，强拍的时候给一下好不好，这个哎，看着我这个地方要一直保持兴奋，哎，走，好的，好一些啊、哦，第一声音出来就好了，哎，走。这个四三节奏的都是圆舞曲。
耳滑耳滋，很欢快，咚咚咚咚，这种感觉啊，预备，走。的力度是一样的话，一下就感觉到这句没，就那个韵律就不对了。它就是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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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明白不？好，从第二段这个地方啊，咱稍微慢一点。第哪段？第二，哎，就是它的第二段，就是第十，第就是就它第十一页嘛，第二段嘛，第二段它有点变奏，是不是？但是它是个强，哎。别忘了呀，胸，胸放在胸上，手，手指头放在支点上啊，预备，哎，这个地方也要哦，声音出来，预备，走。所以这方不能就难受了，明白吗？它这个一上来就是一个换声点，就是这个 re 这个地音上啊，走，控制好哦。它也是这个本身，它也是这个东西弱的，不是强的啊，走。Thank you.
发，预备走。需要挂胸啊，尤其是第二页开始一定要挂胸。好，再来一遍哈，再来一遍哦，这个就是它的原调 F 调啊。觉得很累，是不是？累不累？嗯，累不累？嗯，累。累，好，那就对了啊！你那么轻松的话，你如果唱着轻松，观众就累了，观众的耳朵就累了，烦了，该聊天了，该再撤退了，浪费时间属于啊，浪费观众的时间。预备，走。从这个哆嗦哆嗦，对，走。嗦哆哆嗦哆嗦，哆嗦哆嗦。好的，好的啊，你的墙也做出来了，再。腰腿跟上一下啊，要甩开哦，预备走。要求都要背过啊，听到没有？嗯。好，再唱一首啊，54页，54页。不舒服啊，这个是个 C 调啊，再加一点力竖的感觉，预备走，从头来，走。怎么搞得下还下载呢？
好，从这儿来，还是还是。哎，走。不是 meet 哦、oh. ，你怎么唱的咪了？哦、oh. ，咱们那个练声曲，咪咪咪咪，你要这样唱了，不能咪，明白吗？看着我的嘴巴，我跟你讲，一定要背过，因为你不背过的话，你看不见我，你看不见我，我给你表情，给你啥，你都接收不到， oh. 明白不？来，从哆哆西西预备，走。就唱，预备，走。你的手打着点肚子那个地方，预备，走。最后一个音，最后一个怎么唱 ？Hand， 给一个，就完了，不能喊，明白不？嗯。好，好 ，OK。